大家注意看，又到了吃大萝卜的季节，每年我都会做上一些萝卜咸菜，留着冬天吃，无论是吃个馒头，喝个粥啥的，都特别好吃，做法比喝凉水还要简单。树上摘的大白萝卜，不用去皮，直接切成一元硬币厚度的薄片，然后给它们全部放在一起，多撒上一些精盐，翻拌均匀腌制两个小时以上，把萝卜腌出水分了，然后给它攥干，这个盐水千万不要丢，留着有大用，再加上我家的自来水，把萝卜洗掉盐味了。不知不觉已经分享了几百道家常菜，一直都没有收到您的小红心，上一个视频真的是太惨了，家里面还有三个儿子在养，今天就给点一个吧，拜托您了。最后用力的把萝卜攥干水分了，准备一把韭菜切成小段，圆葱切成细丝，然后给它们倒在萝卜里，加上一包这个韩式泡菜专用酱，这里面什么虾酱啊、鱼露啊，成分都有了，什么都不用老铁们放了，在家里面咱们也能做出朝鲜族拌菜的味道来，而且现在都是19.9块两大包，真的很划算。把萝卜拌匀了即可开吃，放在阴凉处让它自然发酵，酸辣脆爽的更好吃，喜欢你也点个赞，收藏做起来。